非常的感谢在座朋友的掌声，谢谢。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们啊，喜欢这个相声演员，受众群体年轻化。为什么这么喜欢相声演员呢？找到答案了吗？相声演员这个嘴都比较甜，哎，说话好听。当着大伙问您，嗯，您嘴甜吗？我的嘴最甜了，我尝尝。出去。什么叫你尝尝啊？我常常在想，怎么样能让嘴变得甜一点。你最好想想怎么样能把嘴变利索一点啊，这不重要，这又不重要了。来这儿演出很开心啊，高兴啊。非常谦虚的自我介绍一下啊，应该的。西安著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嗯，相声新势力优秀相声演员，相声界的帕金森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你前面那些头衔我都不跟您计较。什么意思？就后面那个相声界的帕金森是怎么回事？听不懂吗？听不懂。相声界的帕金森？怎么个帕金森？相声泰斗。哎呀，他敢说他泰斗？你说哎，像话不像话？就是。行了，师哥，没有你抖，谁也没有你抖。我吃惊了，哎呦，吃惊了，你抖到头了，我吃惊了，真的。你觉得你？我吃惊了，不是，我现在我都感觉到你抖了，已经。他们都一抖，你都得两抖，你都得。第一轮没录完就半身不遂了。我跟你说，嗯，虽然我在这个相声界，嗯，有非常高的造诣，还高呢，但是我在别的方面，嗯，还有更高的发展。就是别人眼线画不过你呗。唱跳俱佳，唱歌跳舞，尤其是跳舞啊，不光是跳，是教咱们在座的朋友跳舞都可以。哦，还能教大伙儿。首先教咱们在座的各位男同胞跳一个舞蹈。什么舞种？街舞啊，这个好啊。太简单了。这得学多少年？30秒。半分钟学街舞，找一种烫脚的感觉就可以。我先把我1.7米的腿露一下。哎呀，你算上头发都没到1.7米。甭管这个啊，至少我还有头发啊。哎呀，来了啊！讽刺谁呢？这来了。你按词儿说行吗？你行啊，正式来了啊！看咱这个舞蹈啊。啊。呀，来。哎呀。什么？哎呀，这就烫着了。烫着了，烫着了。啊、来了啊。嗯、啊。呀，我哎呀，啊，哇，哎呀，呀，啊，我，啊，街舞怎么样？挺惨的。怎么挺惨的呀？啊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我不专业啊，专业的得是拉丁舞。啊，拉丁舞也会。交给在座的各位美女，还是现场教学。拉丁舞更简单。这怎么来？你得找一种走路岔气儿的感觉。那拉丁舞怎么还岔气儿呢？模仿一下。啊，来来试试。好比我现在走路呢。啊，来。哎呀，撒！哎呀，岔气儿了。啊啊！哎呀，这怎么了？撒！呀！哦！呀！啊！拉丁舞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你上完这节目也得挨骂。你老别老提挨骂的事儿行吗？那你可不就这玩意儿吗？来个本专业的。什么专业？民族舞。哦，民族舞也行。因为我毕业于中国民族舞蹈职业技术学院。哎呀，听着好像学挖掘机的。我老师杨丽萍。哦，孔雀舞大师。太厉害了，教过你。我跳那孔雀舞特别的好。真好，大伙儿老夸我。怎么说？真像一个活母鸡。那就炖了吧。我炖了像话吗？什么叫活母鸡呀？应该呢，人家跳舞开屏，你跳舞下蛋呢。我跳的不错，大伙想学可以教给大家啊。这孔雀舞30秒啊，找一种3年没洗澡的感觉。那得多脏的孔雀呀！第一个动作就没有洗澡啊，我们瞧瞧，展示一下。来，孔雀舞啊！哎呀呀、啊！我看他这舞蹈我都痒痒，我哎呀！哎，等会儿、啊，您这舞蹈我这搓澡、哦，别跳了。特别好、啊，你等着。我也是假发。非常好。